阿伯听到我的位置了。阿伯去旁边。好。哥哥，你先回答，为什么在打仗？我躺阿伯的书。好，你结束了，先跟阿伯说一声拍。现在是阿伯站了。阿伯拍谁？好，你可以离开了。阿伯，你为什么站在这里？你为什么被罚站？你做错什么？不可以怎么样？不许格打人。什么？不可以打人。还有嘞，不可以怎么？咬人。咬人。对。下次不可以哦。好哟，订阅谁的频道？妈妈的、爸爸的要订阅，贵的要订阅哟。